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家伙是一个很漂亮的青海白富，到今年下半年满两岁啊，头本嘴型也是非常到位，在生态的这个系列当中是属于质量比较高的一个母猫。他去年生过一胎，去年是用小蓝配啊，生了一窝，生了八条，八条也是非常漂亮，八条还是卖了很多钱的啊，喜欢他的这个后代的人也比较多，所以说今年像他没发情之前就有人在议定他的一个后代，也不知道他今年到底能生几条，今年准备用土贼和他打拼啊，但愿今年能生个十条吧，希望他能够生十条，因为这家伙太漂亮了，这母本的头本嘴型杀气都是非常好的啊，看家伙也没得说，一流的一把好手。中国藏獒其实喜欢的人还是比较多，当你真正接触了中国藏獒，你就会发现这个犬种有它独特和神秘的一方面。好了，家伙天天躺在地上在休养生息啊，今年也快发情了，